吓咩话？手提大声公，清叔，你食咗饭未啊？吓，听唔到啊！你讲多次。清叔，你食咗饭未啊？我食咗啦。一般的助听器塞住耳仔会令到长者好不舒服，这个就不同了，要听的时候放在耳边，不想听的时候拧开它就耳根清净了。